查尔斯与戴安娜正式离婚一年后，迎来了卡米拉的50大寿。查尔斯想要大操大办，借此机会向公众宣布卡米拉的正统地位，甚至想要邀请女王到场。但目前为止，王室成员事后姨妈玛格丽特公主同意到场。Diana and I have been divorced for a year, separated for 5. The time, darling, is now. I shall have to go and see her myself.为此，查尔斯特意来到了白金汉宫，亲自向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发出邀请。但女王表示她的行程有冲突，那天要去参观劳斯莱斯工厂。Really? You visiting the factory in the evening? 查尔斯继续追问，还是想要争取让女王去参加卡米拉的生日派对。他也并不隐瞒目的，直接表明女王的到场将会对卡米拉带来彻底的改变，得到女王的认可后才会被公众完全接受。But how can I possibly give my approval when I don't approve?女王最终还是选择坚持自己的态度。在她看来，两段良好的婚姻和两个幸福完整的家庭被破坏，无法得到她的支持。她也不想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查尔斯只能选择起身离开，但卡米拉的心态已经归于平静。她知道自己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此时秘书也提到了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2/3的调查对象已经接受了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关系。而曾经那位备受媒体偏爱的王妃戴安娜，在《广角镜》纪录片播出后形象崩塌，近来又与埃及亿万首富穆罕默德走得很近，引发争议。Never interrupt your enemy when they're making a mistake. 此时的戴安娜正带着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受穆罕默德的邀请前往圣特罗佩度假，戴安娜希望和孩子们度过一个悠闲快乐的假期。殊不知穆罕默德的邀请却是带着目的的。在接到戴安娜和两位王子后，穆罕默德立即给儿子多迪打去电话，让他立刻过来招待一位贵客，并且不允许带上他那位不受认可的女朋友。而当多迪匆匆赶到圣特罗佩时，才发现父亲的客人正是戴安娜与两位王子，两人几年前在马展上有过一面之缘。而穆罕默德此刻便决定按照他的计划，让多迪尽地主之谊来照顾戴安娜母子接下来的行程。此刻的多迪还明确地向父亲表示，他正在与女友计划婚礼的事情，而且他确定戴安娜对自己没有一点兴趣。就这样，多迪开始全情投入到愉快的度假中。然而即使是在南法的海岛上，戴安娜与王子们的行程还是受到了媒体关注，窥探他们生活的摄像头始终不曾离开。戴安娜身穿一件豹纹泳装，出现在24小时蹲守的记者面前，让他们拍下一组时尚大片。而记者们认为，这件泳装一定是戴安娜精心挑选的，因为今天正是卡米拉50岁的生日。查尔斯为卡米拉准备了盛大的生日宴会，大操大办宴请宾客。晚宴开始前，查尔斯致辞感谢各位的到来，特别是姨妈玛格丽特公主，感谢各位齐聚一堂来共同庆贺一位在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的生日。Over the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people out there.Who know nothing about you, who've been quite staggeringly unkind, but you haven't. You've stuck with it, and you've stuck with me, and for that I'm eternally grateful. Camilla, for you alone, I think and plan. Will you all join me in toasting the birthday girl? To Camilla. 众人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尽兴的夜晚，姨妈玛格丽特感受到了两人的幸福，更是见到了从未如此放松自信的查尔斯。她将这晚的感受都告知了姐姐伊丽莎白，这也让女王开始动摇，是否应该接受客观事实，承认卡米拉就是查尔斯的一生挚爱。然而第二天一早的报纸却依然被戴安娜占据了头版头条，这不免让查尔斯有些恼火，质疑秘书不久前提到的民意已经开始转变的论调。但秘书随即表示，昨晚的生日宴会也获得了许多正面报道。What's the use of a few warm headlines when Camilla can be eclipsed by Diana at the drop of a hat? I don't want partial, qualified victory. This is war. Any total victory will do. 不过当晚查尔斯却意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问起两位王子什么时候回来，以及昨晚的生日过得怎么样。查尔斯表示后天戴安娜就会结束度假送儿子们回来，昨晚的生日会也十分的顺利开心。And I just wanted to say, I'm happy you're so manifestly happy.女王的这一通电话也算是给了查尔斯些许的安慰。此时戴安娜与儿子们的假期也接近尾声，在此期间，多迪在陪伴戴安娜之余也一直在与女友周旋，双重压力下让她十分煎熬，于是便向戴安娜坦白了自己复杂的情况。他的父亲并不认可他的女友，他也受够了父亲的控制与失望，但戴安娜却表示多迪很幸运，至少他有一个关心他的父亲，而他却不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引起父亲的注意，无法让父亲与他为荣。两人都羡慕着对方的处境，这一次的敞露心扉也
渐渐拉近了两人的关系。最后一晚，他们一起观看了露天电影，而两人的视线也不经意在黑夜里交汇。第二天一早，多迪送别戴安娜，戴安娜感谢了对方这些天来细致入微的照顾。多迪也询问了戴安娜接下来的安排，表示只要她想，随时都可以回到这里度假。而当戴安娜带着孩子们舟车劳顿回到肯辛顿宫时，房间里已经摆满了玫瑰，礼物盒里还留下了一张纸条。戴安娜与男友在游艇上的亲密行为竟被不远处的狗仔用大炮拍了下来，而这些大尺度的照片也将彻底改变戴安娜的命运。在上次刚刚回到家就收到了一整屋的玫瑰花后，戴安娜答应了多迪法耶兹的邀请，来到巴黎共度周末。而戴安娜作为备受关注的存在，这个消息也传回了英国王室。王室认为若两人的关系将发展成稳定的恋情，从公关角度来讲会对王室造成潜在的损害，同时也认为多迪的父亲穆罕默德希望通过戴安娜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离开了巴黎后，戴安娜与多迪又回到了游艇享受假期，但这却不是单纯的二人世界，因为此时穆罕默德正时刻关注着二人的发展进度，甚至不惜花重金请来一位狗仔偷拍，拍下了两人亲密的举动。此时的戴安娜与多迪还毫不知情，戴安娜正计划着接下来的假期时间安排，她打算先返回伦敦，在孩子们前往巴尔莫勒前见他们一面，随后便会去参加地雷慈善机构的活动。近年来，戴安娜一直十分关注公益事务。肯卢瑟福在自己受到地雷的伤害后，创立了地雷幸存者网络，想要帮助更多受到伤害的人，以及预防伤害降临。善良的戴安娜也加入到这项公益活动中。He said to me, every survivor has a date, day they stepped on the landmine. He said mine was December 16th, 1993, and I said mine was the 29th of July, 1981, my wedding day.短暂的结束度假回，戴安娜回到了两个日子身边，享受着他们幸福快乐的亲子时光。而此时王室秘书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正是关于戴安娜与多迪的亲密照片的。秘书立刻将此事报告给女王，照片在新闻界引起了一场激烈的竞标战，最终被星期日镜报以25万英镑的高价买下，而太阳报和每日邮报各支付了10万英镑，只为能够复制照片。照片最终会在这周日首度公开，而此前也会通过各个媒介做预热宣传。女王也意识到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阻止的地步了。此时多迪也打电话给戴安娜，告知了他们被狗仔偷拍的情况，并且照片已经提供给了报社。I thought you said no when you were there. I know.It makes no sense. 被蒙在鼓里的两人如今也只能静静等待事情的发展。很快两位王子就被查尔斯接去苏格兰度假，许久未见的查尔斯与戴安娜也可以心平气和地站在一起聊天。查尔斯肯定了戴安娜慈善事业的成功，十分为她高兴，随后也提出了一个建议。 Even though we weren't brilliant at being married, can we be brilliant at all this? I think so. And not just for them, but for us tooLet's be brilliant at divorce. Thank you. 戴安娜不舍地送别了两个儿子，却未曾想到这竟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戴安娜王妃身穿防弹服，勇敢地穿越一片活雷区，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排除地雷的工作中，希望能引起全世界对地雷危险的重视。然而在媒体访问环节，记者们关心的并不是戴安娜此次的公益行动，而是她与多迪法耶兹被曝光的恋情。Diana, does the Queen know about your new boyfriend?记者们咄咄逼人的提问，又一步步将戴安娜逼到了崩溃边缘。而整整十一页的版面报道，几十张亲密照片无情地窥探着戴安娜的隐私。目前这些照片的利润超乎了任何人的想象，也导致大家对王妃的私生活越来越关注。Diana, one would almost feel sorry for her if one weren't so cross with her.背后的始作俑者穆罕默德法耶兹此时却看着报道露出满意的笑容，远在苏格兰的查尔斯此刻不知是抱以何种心情，秘书却提醒他现在是搬回一城的好时机。 Saint-Tropez, Scotland, Scandal, Dignity, Irresponsibility, Duty, Selfishness,秘书提议让查尔斯此时带着两位王子也拍下一张对比照，但两位王子却拒绝穿上苏格兰短裙，拄着牧羊人拐杖。最终查尔斯选择妥协，答应了儿子们的条件，找来了一位为王室服务数十年的摄影师，拍下了父子三人温馨和谐的一幕。王室的端庄也的确与戴安娜的绯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戴安娜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行为也渐渐变得失控，想要逃离一切，再度与多迪一起回到南法的小岛上。 I imagine she'll settle eventuallyLet's hope. All one wants is for that girl to find peace.
在冷静了几天后，朋友的一通电话让戴安娜的思绪渐渐变得明朗。朋友指出，这又是一场闹剧，若他们的关系带来的是更多的负面情绪，这就会是不正常的。在朋友的一番分析后，戴安娜决定尽快让秘书给她订回去的机票。而此时穆罕默德却在催促着儿子多迪尽快把求婚戒指戴到他的手上。戴安娜告诉多迪，很遗憾两人的最后一晚是这样度过的，他已经订了明天最早的航班回家，但多迪坚持让戴安娜乘坐自己的飞机。为了减少媒体和记者的骚扰，戴安娜答应了多迪的提议，但多迪却要先带戴安娜去巴黎住一晚，因为他准备在那里求婚。两人刚一落地，机场就已经围满了记者。从快速通道离开后，两人本准备直接去多迪的公寓，因为戴安娜要与两个儿子通电话，但司机却收到了穆罕默德下达的严格指示，将两人带到了温莎别墅。这里正是温莎公爵与辛普森夫人曾经住过的地方。穆罕默德在电话那头告诉戴安娜，这栋完美的小房子正等待着一对完美的情侣入住，但此刻焦虑不安的戴安娜只想尽快结束通话离开这里。由于行程泄露，他们所到之处都被大量记者围追堵截，更甚至造成了交通瘫痪。本就焦虑的戴安娜越来越不安，经历一番周折才成功来到丽兹酒店。她立刻给巴尔莫勒城堡拨去电话，却被告知她已经错过了通话时间。 I'm so sorry, ma'am. Maybe try again at dinner time. Alright, thank you.接二连三的意外正在逐步击溃戴安娜的内心，而此刻另一边的多迪正在精心准备着他的求婚。男友单膝跪地向戴安娜求婚，却彻底击溃了他的防线。Stop, I can't bear it. This is madness. Please get up. 对于此刻的戴安娜而言，婚姻这块禁地她不敢轻易再尝试。她不否认与多迪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但她也十分清楚这场仓促的求婚背后是由谁推动的。But there's only one person in the world this marriage would make happy. Who?Can't make your father love you more by becoming your wife. 戴安娜知道多迪的父亲一直在背后推波助澜，而多迪也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才会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作为一个过来人，戴安娜告诉多迪，婚姻是件严肃且痛苦的事，而他们在一起只为寻找快乐和慰藉。正当他们倾心交谈时，控制欲极强的父亲就打来了电话，急切地想要知道多迪的求婚进度。一旁的戴安娜鼓励着多迪反抗父亲的控制，然而多迪在说出一切前还是偷偷切断了电话。But there will be no engagement nor wedding. The princess and I will remain friends, but no more. 演完了这出戏后，他们决定从酒店返回公寓，因为戴安娜的行李都被送到了多迪的公寓里。但此刻酒店楼下早已围满了记者，于是多迪决定来一出声东击西。记者们只认识他们过来时的车牌，把那辆车派去前门等候，吸引记者的目光。而他与戴安娜则从后门悄悄离开，计划改变得十分匆忙。司机被告知后，立即起身离开吧台。多迪和戴安娜也从后门出来上车，但还是被几个蹲守在后门的记者发现，都骑上车紧随其后。司机为了甩开记者，也提高了车速，就这样酿成了悲剧。一辆高速行驶的轿车正驶向隧道，车上坐着的正是戴安娜王妃与亿万富翁男友。而随着一声巨响，那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永远被按下了暂停键。一通急电率先打到了王室成员所在的巴尔莫勒堡，秘书立即向女王汇报了通话内容。多迪法耶兹在车祸中当场身亡，戴安娜也被送往就近的医院抢救。穆罕默德也得知了儿子的噩耗，立即乘坐专机赶往巴黎，看到了儿子的遗体。这场巴黎之行本是由他一手策划，让儿子向戴安娜求婚，没想到却就此天人两隔。凌晨四点，医生遗憾地走出手术室，正式宣告戴安娜王妃因抢救无效离世。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很快，焦急守候消息的王室成员也得知了噩耗。查尔斯难过得无以加赋，不知要如何面对这个痛苦的消息，也想尽量拖延，晚一点将这个噩耗告知两个儿子。Mother's sleeping, let's still have a mother.随后查尔斯希望能派出一架王室专机将王妃的遗体从巴黎接回来，但这却遭到了菲利普亲王的反对，只因他认为戴安娜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这并不符合王室规则。而在所有人保持冷静遵守规则时，查尔斯还是选择乘坐专机来到巴黎，在停尸间见到了戴安娜的遗体，内心的悲痛再也无法抑制，放声大哭。随后王室车队带走了王妃的遗体，路边围满了哀悼的民众，送别他们心中敬爱的王妃。在回国的飞机上，怅然若失的查尔斯看到戴安娜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仿佛是让他们弥补未来的急的告别。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 It's a rule broken. I'll take that with me. You know I loved you so much. So deeply. So painfully too.The only thought I've had since the moment I heard is regret. That will pass. No, it won't.
而当查尔斯回到巴尔莫勒尔堡时，女王与亲王刚刚与戴安娜的母家斯宾塞家族商议，决定为她举办一场小型私密的家族葬礼。但查尔斯却认为，基于目前公众的情绪，公开葬礼才是正确的选择。他亲眼所见成百上千的民众涌上街头，表达对王妃离去的悲痛，而他们绝不能留在此处无动于衷。但伊丽莎白依然坚持自己内心的原则，不想在公众面前流露她的情绪，不想把这场悲剧演变成一场作秀。所有王室成员都留在了巴尔莫勒尔，而沉浸在悲痛中的民众却只看到了王室的冷漠。持续保持沉默的王室成员无疑渐渐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舆论压力也渐渐转向了那个权力的核心。查尔斯再次来到母亲面前劝告，表示人们想看到的只是他们的爱与关怀、理解与支持，看到拥有着特权的人也一样会经历痛苦。在查尔斯离开后，伊丽莎白陷入了沉思，而此时戴安娜也回到了她的身边。They're trying to show you who they are, what they feel, what they need. As long as anyone can remember, you've taught us what it means to be British. Maybe it's time to show you're ready to learn too.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伊丽莎白乘坐专机返回伦敦，在摄像机前公开发表对戴安娜的悼念。一场盛大的王室葬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这里也曾是那场世纪婚礼的举办地。据统计，伦敦有600万民众怀着沉痛的心情送别戴安娜王妃。Why are they crying for someone they never knew? They're not crying for her. They're crying for you.金发碧眼、身材挺拔的威廉王子，风靡万千少女，所到之处都是迷妹的欢呼，拿着鲜花和情书，热情地向王子招手。The one and only Prince Charming, I love him, and he said hi, and then he shook my hand. Look at that! 年轻的王子此刻成为了镜头下的万人迷，但这却是他憎恶至极的。当下的威廉刚刚经历了无法想象的丧母之痛，而那场悲剧的发生还与这些不给人喘息机会的媒体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在母亲葬礼结束不久后，威廉决定重新回到学习生活中，父亲查尔斯亲自送他返校，不断地询问着威廉的状态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I just want things to get back to normal as quickly as possible. 威廉刚刚回到住处，舍监盖利博士就送来了两批信函，一部分是来自学校的同学，另一部分则来自世界各地，都是向他表示哀悼。威廉看着永远留在墙上的照片，读了每一封来自陌生人的慰问，那份隐秘的情感将会在内心保留很久很久，再多的慰问也无法抹平内心的创伤。而在回到学校的很长一段时间，威廉注意到大家都在有形或是无形中照顾他的感受，他只能向每一个人回应自己挺好的。不久后，女王与亲王即将庆祝金婚纪念日，威廉收到了王室官方活动的邀请。盖利博士告诉他，如果他拒绝出席，相信大家也都会理解的，但威廉却不想要这种特殊待遇。 3, 2, 1 William, keep smiling, darling.麻木的拍照环节结束后，威廉独自站在窗前发呆。这时弟弟哈里端着茶杯过来，或许此刻在这个大家族里真正能与他共情的也只有弟弟了。他把杯子里的茶换成了香槟，知道哥哥与自己此刻都渴望逃离。两人来到一旁畅聊着心事，这段时间他们几乎受到了同样奇怪的待遇，大家的过于贴心令他们不适。而等到父亲查尔斯过来时，兄弟二人又立即变得拘谨起来。查尔斯向他们逐一介绍着待会即将见到的各国国王，听得威廉不由得深吸一口气。庆典活动随着威廉王子的出现瞬间被推上了高潮，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全是花季少女为白马王子欢呼。然而威廉却不像他的母亲戴安娜王妃能够泰然自若地接受大量的关注，威廉的性格更加内向，对大众的过多关注也感到十分不自在。 The whole thing has a distinct feeling of deja vu. You mean Diana? He does look remarkably like his mother.卡米拉认为查尔斯作为父亲应该帮助威廉，教会他如何适应这种情况，但查尔斯认为自己和自己的父亲菲利普一样都不善于交流，或许这才是王室父子的教养方式。查尔斯与卡米拉因为那场车祸也深陷舆论的中心，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两人也有几个月没有见面。最终查尔斯还是在卡米拉的劝说下来到学校关心威廉的学习和生活，并安排了一些活动希望能够修复父子关系。于是在复活节期间，父子三人一同出访加拿大，但查尔斯却似乎忘了威廉并不想受到媒体与公众的过多关注。在官方活动结束后，查尔斯本答应儿子们一同去滑雪，为了避免媒体的骚扰，查尔斯答应在出发前先给一小群受邀记者留出拍照时间，但这却让威廉十分抵触，他厌倦了必须以牺牲作为换取片刻自由的代价。 I know it's insufferable, butGetting angry and refusing to go out there when they're already waiting is not the way to endear yourself. I'm not the one who needs to endear myself. I'm not the one with the image problem.
但最终即使威廉抗拒也无法改变决定。与生俱来的身份让自由不得不成为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威廉对媒体的抵抗情绪渐渐引起了王室成员的担心，作为未来的王位继承人，这样的状态是十分危险的。不久后，威廉就收到了一份女王和亲王的邀请，他在周末来到温莎城堡，却发现等待他的不是爷爷奶奶，而是父亲查尔斯。希望能与威廉开诚布公地聊聊，谈谈自那场悲剧发生后他们避之不及的话题和人物。查尔斯表示他母亲的离开是一场始料不及的意外，但威廉认为这一切都是父亲的过错。 She should have been safe with us, and the fact that she wasn't is your fault. And no, you didn't actually drive the car, but you drove her into the arms of those that did by making her so unhappy by loving someone else.面对儿子尖锐的指控，查尔斯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而此时的威廉还认为自己日益高涨的关注度如同当年备受关注的母亲一样，让父亲觉得自己被抢尽了风头。他认为父亲对母亲和自己都抱有一种微妙的情绪，这场想要修缮关系的谈话最终在争吵中结束。然而在不久后，威廉意外迎来了爷爷菲利普亲王的拜访。爷孙俩的谈话从贴在墙上的女星海报开始，显得格外轻松，但在下棋时，威廉却因为心事重重而输掉了棋局。亲王也正是因为担心孙子的状态才安排了这次见面。为了帮助威廉认清自己愤怒的来源，亲王先聊起了自己的背痛。他表示每当身体各处的疼痛开始时，他并不会去寻找引起疼痛的真正原因，这样会让事情变得简单。而威廉也是如此，或许将愤怒转向他的父亲会比承认真正令他愤怒的原因来得更容易。 And is it possible you're angry with her because, well, because of her leaving youleaving you to deal with that legacy. So you take it out on someone else and blame him for the fact that she's gone.菲利普以一个自认为失责的父亲告诉威廉，没有一个父亲在祈祷儿子的原谅时愿意得到一个杀气腾腾的眼神，希望等到来日他成为父亲时还能记起这次谈话。最后菲利普亲王驱车将威廉送往海格洛夫，威廉找到花园中的父亲，而这一个拥抱似乎也成为了三代人两对父子之间的和解。73岁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走在一片迷雾之中，街道上的人们欢呼雀跃，她亲眼看着自己的画像被取下。而与此同时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正举办着一场新任国王的加冕仪式，戴上王冠的正是时任首相安东尼布莱尔。在众人的欢呼声中，伊丽莎白女王从噩梦中惊醒，一旁的广播还在播报着首相布莱尔的个人满意调查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66%。 此前王室成员对于戴妃之死的态度使得王室支持率大幅下降，而布莱尔则在演说中称戴安娜为人民的王妃。两边的不同做法直接影响了民意调查的结果，有 69% 的人认为王室与普通民众脱节，54%的人认为王室在浪费公众资源。而当问到君主制是否应该以目前的形式继续运作时，只有10%的人给出了同意的答复。听到这里，玛格丽特公主忍不住想向在座的王室成员展开一项调查。 How many of us think that polls are a daft idea in the first place?大家都打趣地说道，女王不必为首相的高支持率感到担忧，因为似乎她的每一任首相都是靠着极高的声望和好感度上台，最终通常却只剩下破烂不堪的名声，带着疾病缠身的残躯下台。 Well, I think this one might be different. 布莱尔首相自1997年领导工党上台执政以来，以分散权力、开放政府、改革议会及增加个人权力为目标开展改革，备受人民拥戴。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布莱尔在芝加哥的一番演讲正式宣告了新干涉主义登上国际舞台。就目前的阶段来看，女王认为首相布莱尔更倾向于关注外交政策，而秘书则在此时告诉女王，作为英联邦的女王，她对各个方面都保持着细致的关注。但以今天的妇女协会活动为例，女王热情地亲自撰写了演讲稿，这一点又充分说明了她是内政女王。 I've been a member of the WI for longer than I've been queen. There are approximately250,000 members of the Women's Institute in the United Kingdom, roughly the population of Hull. Can you imagine a city run and populated entirely by the WI? It would have the tidiest streets in Britain, everything would run on time, and we would take all the men's jobs. 女王充满渲染力的演讲获得了全场妇女的掌声，而此时的首相布莱尔在美国获得了巨大成功，纽约时报甚至称他为托尼国王。于是在会见首相时，伊丽莎白也不得不称赞首相这项了不起的政治壮举。在表达了对首相的祝贺后，女王紧接着说出了王室目前面临的困境，并问出假如她坐在自己的王位上会如何扭转当下的局面。 If I were king. Yes. Goodness. 回去后，布莱尔就此问题与最亲近的顾问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列出了一些改革建议。首先就是王室透明度问题，布莱尔建议把王室当作一家公关有限公司来看待，出具年度报告，列出业绩、
资产和薪水，让英国人民成为股东而不是子民。其次，距离威廉三世签署王位继承法已经过去近300年，而如今要求审查某些反天主教的条款，这种呼声也越来越高。还有那些浮华礼仪相对于的工作人员，例如世袭的御用驯鹰者、女王的香草撒播侍从、君主的洗手侍从以及天鹅看守人，布莱尔建议彻底肃清这些头衔，一举消除这些落伍的闲职，或许能够成为成功的公关之举。在听完了布莱尔的建议后，女王一一召见了这些工作人员，了解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以及这份工作背后悠久的历史。看着每位在介绍时脸上不由自主洋溢出的自豪与荣耀，伊丽莎白渐渐意识到，这些被大众指责精英主义、浮夸堂皇的东西，或许才是王室存在的意义。人们来到王宫参加授勋仪式或国事访问时，想要获得的是神秘的体验，希望能够感受到另一个世界。 That is our duty, to lift people up and transport them into another realm, not bring them down to earth and remind them of what they already have. 最终，伊丽莎白回绝了首相布莱尔的建议。传统正是他们的力量，尊重祖先，维护他们世代相传的智慧和经验。 Modernity is not always the answer. Sometimes antiquity is too.千禧年初时，新任秘书为女王起草了一份活动清单，并希望这一系列活动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能增加一些现代的感觉。女王也欣然接受了这一改变。而此时的首相布莱尔，为了巩固他在英格兰中部的支持，选择在妇女协会进行演讲，却违背了妇女协会不谈论政治的原则，遭到了全体成员的抵制。Look, the world is changing fast. Okay, right.这场失败的演讲结束后，女王伊丽莎白与首相布莱尔再次对立而坐。布莱尔表示，或许自己这次的过于政治化，就相当于别人描述女王过于王室化。I think I've come to realiz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too royal. If you're doing it, do it properly. 威廉王子高考结束后，弟弟哈里送上了一份贴心的毕业礼物。And because accidents do happen, you'll all be thanking me later. Oh, what is it?在18岁这年，威廉顺利从伊顿中学毕业。但在面对媒体采访，被问到大学生活计划时，威廉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和与家人商议，他决定先休整一年。在这期间，他为自己安排了许多课程与活动，以锻炼自己的能力和心智。一年后，威廉在万千迷妹的欢呼和期待下，来到圣安德鲁斯入学，全新的大学生活即将开启。但威廉却不仅有一个24小时陪在身边的保镖，还常常在下课后被迷妹们围追堵截，这不禁让威廉觉得有些吃力。直到这天，在和高中同学闲聊时，一个长腿美女闯入了他们的视线。I've got a phone number. Already? I salute you, respect. 原来是威廉与他同修了一门课程，才近水楼台先得月。What's her name? Kate. Beautiful Kate. Puts the Kate in intoxicating. 不久后，关心哥哥大学生活的哈里打来电话，但主要关心的还是恋爱的部分。他希望哥哥能够解放自我，开玩笑的说生几个私生子，改变一下继承顺序，让他不要老是保守谨慎，可靠负责又无聊乏味。What are you so scared of? Go mad. 在弟弟的一番刺激下，威廉当晚就走入了一场狂野的派对。此后，他的身边就多了一个名叫罗拉的贵族女孩，但威廉的目光还是会不自觉地落在凯特的身上。一个人吃饭时，却看着凯特与朋友们谈笑风生；独自游完泳休息时，在看到凯特进入泳池后精疲力尽的他，还会再游上两圈。两人一直保持着见面点头问好的关系，没有过多的交谈。直到这天，威廉来到图书馆借阅艺术史的阅读清单时，却发现所有书籍都被凯特先一步借走了。保镖向威廉示意凯特就在这里，于是威廉鼓起勇气来到凯特面前，借由书籍的话题展开了聊天。凯特遗憾地表示，虽然自己已经用完，但他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过如果威廉不介意的话，自己的笔记可以借给他。威廉自然欣然接受，凯特表示用完后发短信告诉他就好，或者也可以在他的天花板上直接钻个洞。威廉这才知道凯特就住在他的楼上，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而随着聊天的深入，威廉才知道原来两人的交集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原来凯特高中毕业后也休整了一年，与威廉参加了用一个远征项目，只是去的时间相隔了一周。就在两人聊得正开心时，罗拉走了过来，显然他对这样的场面有一些介意，于是便开始刻薄地调侃威廉与凯特。 And you obviously also like flirting as soon as my back is turned and hitting on other people. What? 两人解释他们只是在上同一课程，刚刚也是因为论文才开始交谈的。就在场面一片混乱时，一位迷妹还不合时宜地过来要签名，这彻底惹怒了威廉。 We're talking. Just go away. Please. Okay.结果威廉刚刚一时冲动的态度，直接劝退了两位女生。威廉本想解释自己不喜欢天天被人关注。Looked at and judged constantly. Try being a girl. A fit girl? No, try being any girl. While not reducing every woman to whether she's fit.
自此过后，威廉与罗拉的关系正式结束，与凯特之间也断了联系。直到再次看到他时，他的身边已经多了一个身影，这让威廉终于意识到了危机。他不想与凯特形同陌路，于是勇敢地追上去叫住了凯特，为他此前的行为向凯特道歉。两人之间也算达成了小小的和解，但在之后的时间里，不论是情感还是课程上，都让威廉感到十分迷茫，甚至萌生出了退学的想法。这让弟弟哈利感到十分意外，感到自己的地盘受到了侵犯，因为在以往的时间里，他才是那个会搞砸一切的人。作为这个家族中的二号人物，他不能成功，甚至不能做一个普通人。So it's Willy Goldstar, Harry Black Sheep, Willy Saint, Harry Sinner, Willy Solid, Harry Lost.另一边，凯特也带着男友回家过圣诞节。晚餐结束送走男友后，母亲询问凯特对这段关系是否是认真的。凯特表示自己是认真的，希望母亲不要介意。Why wouldn't it be? Because you've always had your sights on someone else for me. 原来凯特休整一年的计划，是母亲得知了威廉的计划后临时为他改变的，并且鼓励他报名参加的课程项目都是威廉在媒体中公布的课程。凯特意识到母亲总在期望着自己能与威廉在一起。原来在凯特还小的时候，曾有一次在伦敦的街头偶遇了正在做慈善的威廉。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凯特也成为了威廉的小迷妹，这也让母亲一直认为凯特喜欢威廉。母亲表示她不反对凯特谈恋爱，只是她不希望凯特这么做是为了向他证明自己。 Especially since I've heard on the grapevine thatWilliam is miserable and wants to leave university. 这段话让凯特陷入了沉思，最终在入睡前给威廉发去了一条短信。女人的脚因二级烫伤肿胀，却依然坚持要求侍女为她穿上华丽的高跟鞋，随后光彩夺目地出现在媒体记者前，去参加她的70大寿派对。她便是伊丽莎白二世唯一的妹妹，乔治六世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公主。玛格丽特一生情路坎坷，于是在摆脱了这么她的婚姻后，开始了多姿多彩的独身生活，整日饮酒作乐，放纵自我。然而在1998年，玛格丽特在她最爱的马斯底克度假时，突然感到一阵晕眩，身体也渐渐的不受控制。不久后，远在伦敦的伊丽莎白女王焦急地接起电话。 Margaret, what on earth happened? I'm afraid I had a teeny tiny stroke. 玛格丽特自己也还未完全反应过来，前一秒她还在派对上谈笑风生，下一秒就进了急救直升机，双手和双脚都失去了知觉，嘴巴到现在也没能完全恢复，导致她说起话来都含糊不清。伊丽莎白立马安排专机接玛格丽特回家，让她接受了更加细致的身体检查。随后医生向玛格丽特阐述了治疗方案，但光靠药物治疗还远远不够。为了预防下一次更严重的中风，医生建议她需要重新审视一下生活方式，并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不仅要戒烟戒酒，还不能再吃甜食，并且要伴随大量的康复训练。日复一日被约束着的日子令玛格丽特越来越痛苦暴躁，就连打个盹都会被人误以为她已经归西了。 I'm still alive, man.女王为了玛格丽特的健康着想，准备取消掉她身上的一些公务，但比起劳累，玛格丽特更加无法忍受空虚的生活。她告诉姐姐自己正在快速的恢复健康，于是在休养了半年后，玛格丽特又回到马斯底克岛度假。她自信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准备放肆的享受一场，却在沐浴时再次感到晕眩，双手开始不听使唤，意外打开了开水的龙头，滚烫的开水渐渐地没过她的双脚，但她却根本无法叫出声来。直到朋友注意到浴室里弥漫出的热气，才发现了已经昏厥的玛格丽特。这次的意外导致她的双脚二级烫伤，伊丽莎白看着轮椅上的妹妹百感交集，玛格丽特也无法接受现在的自己，屋子里也到处都是扶手，就像老年病人的养老院一样。这时99岁高龄的王太后却表示 I don't have handrails anywhere.玛格丽特叹息，穿高跟鞋的日子要一去不复返了。伊丽莎白则建议她做一些柔缓的运动。I'd rather die than do exercise. And seeing as I'm going to be dead soon anyway, I thought I might as well go out with a bang.玛格丽特决定要在丽兹酒店庆祝她的70大寿，之所以选在这里，也是因为这里曾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到了生日当天，玛格丽特公主再次光鲜亮丽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她起身感谢各位家人朋友的到来，并表示在这段艰难痛苦如同囚犯一般的时光里，一直支撑着她的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当她想要向大家分享时，其中一晚涌入了她的脑海。 When a very different side of the young Princess Elizabeth was revealed. 女王起身阻止了妹妹继续回忆50多年前的那个秘密夜晚，表示玛格丽特才是今晚派对的主角，随后致辞为她最爱的妹妹庆生，细数姐妹二人数十年形影不离，相伴相依，在姐姐伊丽莎白的心中绝不动摇的玛格丽特是她一生的伴侣和支持者。 Without whom? Well, it would be unimaginable.
Dearest Margaret, many happy returns. 然而不幸的是，生日派对结束当晚，玛格丽特公主又一次中风。伊丽莎白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妹妹的病床前。Hello, you. Goodbye, you. Stop it. 这一次，玛格丽特公主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确切地说，她甚至浑身一点知觉也没有。伊丽莎白为她带来了她最爱的果酱馅饼，还有一根非常漂亮的拐杖，祝她能够早日康复。出院之后，玛格丽特公主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轮椅，伊丽莎白也时常陪在她的身边。这天，老朋友波奇离世的消息令两人都不禁陷入了伤感。玛格丽特意识到，伊丽莎白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正在一个个离她而去，其中也包括了自己。她也舍不得这个还未曾尽兴的世界，但也不得不提前做一些安排。玛格丽特为自己的葬礼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计划，一一告诉了女王，希望能够如愿。And one more thing, very important. Of course, promise me that I will actually be dead when they close the coffin. Oh.这晚，姐妹二人如同幼时一般躺在了同一张床上。伊丽莎白为妹妹读着睡前故事，当书中提到丽兹时，两人都不禁回忆起50多年前他们曾在丽兹酒店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晚。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协议，欧洲战场宣告结束，人们欢欣鼓舞上街庆祝，年幼的两位公主也出逃皇宫，上街感受战争胜利的气氛。玛格丽特让姐姐伊丽莎白恣意放任一次，带着她来到了丽兹大酒店。玛格丽特很快就融入了愉快的派对中，伊丽莎白则独自来到衣帽间更衣，却在准备回去时撞上了一位美国军官。Wayne, don't go there. Come with us. Way more fun. 带着对未知的好奇，伊丽莎白走下了楼梯，看到了全然不同的一番景象。楼上的波奇迟迟没等到伊丽莎白回来，带着玛格丽特与彼得一起去寻找。然而三人却在楼下见到了截然不同的伊丽莎白，不再是平日里端庄拘谨公主，而是彻底释放了的花季少女。波奇 ，Let's get her out of here. No, don't.Leave her. Look how happy she is. 随后，玛格丽特也加入了狂欢之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她们纵情享受，直至黎明。姐妹俩手挽着手，一同走回白金汉宫。Look, blossoms out. Yes, the sun is rising. What will this future hold, Rasul? Aren't you coming? We can join Mummy and Papa for breakfast. I'm afraid not.But I will always be by your side, no matter what. 2002年2月9日，玛格丽特公主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71岁。在一场主题为大胆的时装秀上，女孩穿着性感，让坐在台下的威廉王子目不转睛。走秀结束后，威廉来到凯特面前，此时的两人都已经恢复了单身。威廉表示，刚刚的表演十分精彩。Just felt like doing something drastic. To know.One way or another, if you're interested. 凯特十分直接地表达了情感，威廉也不再隐藏。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Really? Bordering on obsessed. 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后，他们缓缓靠近，然而暧昧的气氛却被保镖打断。For God's sake, can I be allowed a private life for 1 minute? Afraid this can't wait, sir. Operation Taybridge.泰乔行动是伊丽莎白王太后去世的代号。2002年3月30日，王太后在温莎城堡与世长辞，享受101岁。76岁的女儿伊丽莎白随侍在侧，妹妹与母亲的相继离世，对伊丽莎白女王带来了并不小的打击。然而在近期，法耶兹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表示他的儿子多迪与戴安娜王妃的车祸并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场谋杀。采访中的犀利指控已经播出，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舆论的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同他的指控。根据民意调查显示，甚至有超过89%的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场谋杀。此时恰逢伊丽莎白二世登基50周年，她不由得开始担心正在筹备的惊喜庆典。看着比以往更大的庆祝规模，她却害怕现在这个时机，人们并不想为她庆祝。在与首相会面时，伊丽莎白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布莱尔表示这是没必要担心的事情，但如果想要得到切实的保证，可以让一位魅力替补上场来提高吸引力。他所指正是年轻帅气、备受大家欢迎的威廉王子。但伊丽莎白知道，威廉此时也并不好过。法耶兹在采访中的指控，使得警方再次介入了事故调查中。局长亲自上门拜访查尔斯，针对最新提出的问题进行询问。威廉作为母亲生前最后通话的人，也被要求填写一份问卷。在送走了警察局局长后，威廉又被女王召见来到白金汉宫，与他聊聊最近的生活。虽然已经步入了20岁，但威廉依然无法适应整日被媒体关注，而且媒体对王室的各种猜测也时常困扰着他。不知真相的公众只愿意选择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也导致他直接生活在了一个混乱的
的世界里。听到威廉能够敞开心扉，伊丽莎白十分欣慰，也十分心疼。她也袒露原本打算让威廉来协助自己的惊喜庆典，因为她其实对这次庆典还是有些担心，尤其是阳台会众的环节。The idea, I might step out to no crowds, just a big empty space, or worse, booing, letting everyone down.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但鉴于此时的威廉深深被媒体困扰，伊丽莎白还是决定不让他参与进来。因为在伊丽莎白的记忆中，继承王位之前与菲利普住在马耳他的那几年曾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所以他也希望正值青春年华的威廉能够尽量远离公众的目光。而说到了这里，威廉也向奶奶坦诚 I think I might have a girlfriend. Oh. 威廉向奶奶介绍了凯特，也表达了自己对凯特的喜欢。会面结束后，威廉打电话告诉了凯特，并告诉他女王希望有一天能见见他。不久后，伦敦警察局局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戴安娜王妃车祸事件的重新调查结果。经过访问300多名证人，回访事发当天的多处地点，搜集并检验了600多份证据，还使用了最新的 3D 建模技术，重建事故发生时的一切。And it is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is inquiry that the princess should finally be allowed to rest in peace.在结束了这场舆论风波后，终于迎来了女王登基50周年的庆典。伊丽莎白与亲王坐上黄金马车，来到市政厅举行午宴。威廉也受凯特一家的邀请，一起在家中观看直播，边看边向大家介绍他所了解的女王。但威廉也觉得女王十分让人捉摸不透，或许这就是保持神秘感的关键。While it had not been my destiny at birth to assume the throne, fate decreed otherwise. They instilled in me one of my most enduring beliefs.That a life lived in service is not a sacrifice, but an honor. 这一番话深深影响了此刻坐在电视机前的威廉，忽然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于是威廉在午餐后立即驱车赶往白金汉宫。此时的伊丽莎白女王也即将面对阳台会众的仪式，她设想过10000种糟糕的结果，却还是被台下鼎沸的欢呼声深深震撼。随后威廉也来到了女王的身旁，向台下的民众挥手致意。结束了庆典活动后，威廉返回了校园。这一学期他与凯特以及其他两位室友租了一间房子，伊丽莎白女王也为他送来了新居礼物，希望这里能够成为威廉的瓜达曼吉亚别墅。王冠最终季，大家都十分好奇编剧会以何种形式为这封献给女王的情书画上句点，最终以筹备女王的葬礼作为开始。菲利普亲王提出，出于谨慎行事和未雨绸缪的考虑，要进一步计划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但伊丽莎白觉得自己的健康状态良好，且还未满80岁。Why not start with the Duke of Edinburgh? He's older than me. And statistically, men tend to die earlier. 菲利普表示的确如此，所以他们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计划了。You don't say that. Why? It's so sad.但菲利普却表示，根据他的经验来看，这件事情饶有兴趣，因为这个过程会唤起一些意外的情感。随后礼仪官向伊丽莎白介绍，他们以已故国王乔治六世的葬礼为范本。女王沿着长长的街道模型往前走，最终停在了那具棺椁的模型前，内心百感交集。这天查尔斯进宫觐见，撞见了首相布莱尔，正因对外战争的态度受到民众的抗议。查尔斯还记得他上台时是多么风光，但听说在如此情况下，他依然没有要辞职的想法，想要成为第一位连任3届的工党首相。Once people get a taste of life at the top, they never want to leave. Is that right? They just want to keep on and on. 查尔斯也意识到自己的话似乎意有所指，立刻转移话题，表明了今天的来意是为了提出一个早在30年前就应该提出的请求。To ask your blessing to marry Camilla.查尔斯终于还是说出了口，并且再次表明，卡米拉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在英勇面对着一切流言蜚语。You don't think ending her relationship with you once you'd married Diana would have been heroic? 查尔斯认为卡米拉的英勇之处在于一直保持沉默，忠于女王和王室，却没有得到任何感激之言。Thank you. Yes, thank you. 他再次提到卡米拉让自己变得幸福。女王也曾说过，菲利普亲王的存在给予了她力量与支持。查尔斯表示卡米拉之于自己也是如此。这一次女王没有明确拒绝，而是表示自己会仔细考虑，筹备葬礼的计划还在进行。伊丽莎白面前放着一份厚厚的伦敦桥计划的初稿，随着每一项具体细节的推进，那个看似遥远的结局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首先第一项未知便是时间与地点。I shall do my best to keep it local. Thank you, ma'am.会议结束后，伊丽莎白又召见了10几位大主教，向国教征求查尔斯再婚的许可。为了避免争议，坎特伯雷大主教建议让查尔斯与卡米拉通过民事仪式结婚，然后再获得教会的赐福。而获得赐福的条件则是忏悔祈祷。In which the couple join with the congregation in asking forgiveness for past wickedness.
女王也清楚这场婚姻会对教会的廉政性造成风险，但她也不希望自己离世后，她的继承人在继承王位时孤身一人。在征得教会的同意后，女王又召见了威廉与哈里两位王子，想知道两人对于父亲再婚的意见。哈里立即表现出了抗拒，但威廉此时却改变了一直以来的坚持。他认为父亲的幸福和稳定或许对大家都有好处。So, is that a yes? Yes. Thank you. I didn't want to give my blessing until you'd given yours.所有人似乎都达成了意见的统一，只有哈里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很快，女王致电查尔斯，告知了自己的答复。查尔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立即找到花房中的卡米拉，单膝跪地求婚。这天清晨，女王一如往常被风笛手的演奏唤醒，但她却心血来潮，召见了这位御用闹钟。近来筹备葬礼已经到了选择音乐的阶段，她询问是否和合适的风笛曲。风笛手在诸多悼念阵亡战士的哀歌中选择了一首。Sleep, did he sleep? Will you play it for me?It's not very broad, and it's not very broad, but dearie,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Sleep, dearie, sleep. 查尔斯与卡米拉大婚之际，竟有传闻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将在致辞中宣布退位让贤，只因她亲手写了一份没有第二人知晓内容的演讲稿。猜测的源头还是从女王筹备葬礼开始。正如菲利普亲王所言，随着葬礼计划的筹备，勾起了伊丽莎白内心一些意外的情感。她看着曾经的录像，每一帧都是已经逝去的年华，以及王父乔治六世葬礼的记录。或许在不久的未来，自己也将成为影像中的主角。随着情绪的堆积，伊丽莎白的心中萌生了一个从未用过的想法。Stepping down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s queen and as mother.在查尔斯婚期确定下来后，伊丽莎白决定在宴会上致辞，并且拒绝了秘书拟稿由自己亲自撰写。而这份秘密的讲稿瞬间吊足了所有人的胃口。查尔斯与卡米拉通话，认为母亲正计划宣布一项重大决定。菲利普亲王与安妮公主见面，对此事也像其他人一样困惑。安德鲁王子与女王一起骑马散心，也没能探查到一点蛛丝马迹。在众人对女王致辞的期待下，时间来到了2005年4月9日，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大婚仪式。然而直到这天，女王仍还在修改她的讲稿。 I don't know what you think you're doing. I'm doing the sensible thing, the responsible thing.少年时期的伊丽莎白在此时出现，质问女王是否忘了曾经的誓言。 I declare before you all that my whole life, whether it be long or short, shall be devoted to your service.年轻的女王告诉年迈的女王，王权是永恒稳固安定的象征，王位是她与生俱来的权利，但选择却是她不能拥有的东西。而此时的伊丽莎白即将年满80，她认为自己已经陈旧老朽，不适宜继续主持大局。 You say that Charles is in his prime. Well, I see you in yours. And admit it.You sometimes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you and the rest of the family. Yes. It comes naturally to you. They all seem to make such a mess of it. 但在筹备葬礼的这段时间，女王不仅回顾了她50多年的执政生涯，还想起了年少继位时她曾经放弃的那个自己。What sort of question is that? For years now, there has been just one Elizabeth, Queen Elizabeth. If you went looking for Elizabeth Windsor, you wouldn't find her.She's gone, long gone. You buried her years ago. 此时的卡米拉与查尔斯已经在圣乔治教堂完成了祝福仪式。随后，在众人屏息凝神的期待下，伊丽莎白女王走上了致辞的讲台。整场致辞以风趣作为基调，用爱与祝福填充内容，简短而精彩。只有威廉注意到他跳过了一页内容，直到致辞结束，也没有查尔斯期待的内容。在合照环节结束后，众人都在祝贺新婚夫妻，菲利普却注意到女王离开的背影，最终在教堂找到了她。作为与女王相伴58载的丈夫，菲利普早就察觉出了自葬礼筹备开始伊丽莎白内心的煎熬与纠结，他并没有干涉，只是在此刻告诉她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菲利普认为他身后的那些人还远远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 All human things are subject to decay, and when fate summons,Even monarchs must obey. 他似乎已经预见了不远未来的混乱，但他认为这不是他们该烦扰的问题，因为届时他们就将躺在这块地下，听不到任何尖叫呼喊。The good news is that while Rome burns and the temple falls, we will sleep, dearie, sleep.
最终，在那首挽歌，安息吧，亲爱的中，伊丽莎白走过她的王冠与权杖，走过她已经安息的躯体，与曾经的伊丽莎白温莎告别，与不同阶段的自己告别，最后独自一人离开。